我告诉你，那天是你还要被罚用的。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开车呢？住手！我看一眼你的号码。放心，宝跟你在一块儿呢。好，1556。一会儿就要开始了，吴家栋，你的父母呢？老师，我爸肯定到，我和他有约定的。行，那老师先带其他小朋友下去候场了。走，跟我走，来。哎，启恒，吴战，环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小车相撞，大车进行躲避时造成侧翻，由于是满载，所以救援难度特别高。仔细检查车辆，防止漏油引起燃爆。是。副长，放液压气。好。
小朋友，腿拿出来！来，副长，快点通知救护车！好。 家栋，你爸爸呢？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家栋，老师，我是家栋的妈妈。啊，你好，家栋，我爸呢？哼，又不讲信用。你爸不讲信用的时候多了，老妈来陪你跑。哎，那行，咱们下场吧。 哦，对，采血已经完成了。好了，那快拿去化验吧。好的。孟凡，坐。这次呢，由于情况紧急，不耽误现场的救援，我们跑过来进行验血，确定一下是否存在酒驾。这位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调查员，他将还原一下事故现场，确定一下责任划分。 开始吧。好，首先呢，非常感谢你在救援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。现在我们开始，根据当时现场所留下的刹车痕迹以及车辆受损情况和车身重量，我们可以判定你当时的时速已经达到了115到130之间，也就是说，你有超速行驶的可能。这款车是1.6T的排量，车次重1395公斤，现场刹车距离为12.8米。 通过车辆受损的程度判断，当时受到的冲击力应该是在1800牛左右，因此判定车的速度为110至120千米每小时。当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最高时速是120千米每小时，所以不存在超速行驶的可能。根据高速公路上的监控显示，在追尾之前呢，前方车辆有明显的转向、晃动和刹车痕迹。 而你所驾驶的车辆在发现前方路况以后，没有采取制动措施，明显的反应时间过长。你当时在做什么？当时发现前方车有情况，我就踩刹车了，但还是撞过去了，然后就头有点晕，紧接着我就听见后面车有侧翻的声音，具体的细节我也想不起来了。是否有疲劳驾驶？ 黄神了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晃神导致了反应时间过长，以致追尾了。行，何队，事情我们了解了。嗯，好，好。一冰。 你先出去吧。好。什么结果？排除超速行驶的可能。
但应该是在行驶过程中的分神，导致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制动。分神？嗯。何队长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没什么事，就是腿部受了点轻伤，受了点惊吓，但是还没找到其他亲属，暂时在我们队里。那我过去看看他吧。现在是不行，等事实查清楚弄明白了，你想看随时都可以看。好，站长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啊，孟凡，最近我可能随时要调查，你最好把手头的工作暂时放一放，随时配合我们。啊。嗯。嗯，再见。休息一段时间吧。嗯。